啊，天气越来越冷了，来个海螺吃吧。哇，老公啊，你做这么多大海螺啊？您挑着喜欢吃，我每天我都做给你吃。哎妈，小两口又整上这一锅了，不过日子了，这一锅得不便宜吧？大哥，不贵不贵，咱家有船呢。那你赶紧给我来100块钱的。100块钱你吃得完啊？怎么就吃不完？100块钱才有多少呀？你家冰箱都放不下，在咱家一张都用不了。听我来给你介绍介绍啊，老公啊，先别吃了，咱给大哥好好介绍介绍。宝宝，快来个八爪鱼。哇，这么大八爪鱼啊，太香了吧。嗯，再来海螺。哇，海螺。老板老板，快别吃了，看你们吃这一锅海鲜我都快馋死了。你们家这一锅海鲜得不少钱吧？大姐啊，不贵不贵，咱家有船呢。来，听我给你介绍介绍。老公啊，先别吃。哇，老公啊，又做这么一大锅海鲜。你这么喜欢吃啊，我每天我都做给你吃。呀，小两口啊，又整上这一锅海鲜了。这一锅海鲜得不少钱吧？大哥也不贵，一包海鲜才几块钱。真的假的？那得给我来200块钱的。大哥，你要200块钱的，200块钱你能吃得完啊？200块钱才买你家几包海鲜呀？老婆，别吃了，给大哥介绍介绍。大哥，在咱家一张都用不了，等下我还要找你呢。来，听我给你介绍介绍啊。这个啊，是咱家脆口鱿鱼脖，来上三大包，每包鱿鱼脖啊400个，大个头带黄扇贝肉，无壳无泥无沙，也要上三大包，两包无沙花甲肉。两包蘸的湿奶章鱼糊，两包带黄的蛏王肉，第三海鲜啊，12包呢。今天给大家点红心，朋友，他送两只黄金澳包肉，总共14包。那行，满满一大箱，14包，只要2个酒，还包邮。哇，这么多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